小朋友透过这个管乐团整个的一个演奏哦，大家体会到整个曲子呢非常活泼可爱的一面。接下来小朋友，我们的龙兴国小管乐团继续我们带来的是 Peter Gong， 来现场的嘉宾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龙兴国小管乐团。起来哟、哦！整个音乐都活灵活现起来了。当然，大家绝对听得还不过瘾。接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卡通的主题曲，都是很多小朋友的最爱哟、哦。小朋友，等一下听听看，可不可以猜得出来是哪一首曲子哦？好嘞，我们现场的嘉宾，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龙兴国小管乐团所带来的《樱桃小丸子》。
跟我们讲一下，你是几年级的同学？六年级。六年级的同学，然后来，妹妹呢？几年级？五年级。哇，五年级，妹妹喜不喜欢你现在打的？这算是木琴吗？喜欢。是木琴，对不对？你很喜欢，你大概打起这个木琴多久了？看照片。不知道。前前后有没有几年了？学一段时间了吗？你为什么很喜欢木琴这个乐器？来，先跟同学这样一起学乐器，觉得很好玩吗？嗯，快乐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其实今天已经不是第一次上台表演了，对不对？之前也就上台表演过了吗？啊哈，那刚开始上台会不会很紧张？会哈，现在有比较好一点了吗？有比较好一点了。来，我们再给来什么名字跟大家讲一下。李云山，来，我们再给李云山热情的掌声，还有我们其他的小朋友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来，刚刚好不容易跟我们讲出了 Viva 的那个演奏的曲名哦。那同学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好不好？张玉明。来，张玉明，这个算铁琴吗？琴。然后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喜欢铁琴？觉得它很好玩吗？一开始是自己喜欢的还是爸爸妈妈叫你学的？自己喜欢啊，真的啊，自己喜欢。所以说很希望以后一辈子都继续这样敲下去吗？真的吗？你想要一辈子敲下去？对。哇哦，给我们同学热情的掌声好不好？哇哦，我们的音乐家就是这样诞生的，很多人就是这样子，不管是弹啊敲击啦，或者是吹啦，就是这样子一辈子哦。然后呢，日积月累下来，所有的这个台湾未来的音乐家哦，就是这样诞生的哦。所以我们再一次给我们龙星管乐团，哇，我们这几位小朋友，还有年纪很小的，对不对？来，你来，我们来，年纪小的也要访问一下。来，你几年级？四年级哦。那旁边的这位同学呢？也是四年级哦。真的哦，你这个是木琴对不对？喜欢吗？喜欢哦。嗯哼，然后你那个通常都是利用什么时间来练习的？下课以后的时间吗？不是，就是平常的时间你都会练习。对，平常时间都会练习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次给我们龙兴国小我们的小朋友们热情的掌声，来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好，小朋友，谢谢你们，希望你们继续加油哦，以后为我们桃园争光，为我们台湾争光哦。来。